Bus， 嗨，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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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哇！呼呼呼！Magic, oh m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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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
魔方，什么样的魔方？厉害的魔方。我想要惊喜蛋，惊喜蛋，惊喜蛋。哦，变变变出惊喜蛋，惊喜蛋。哇，是玩具小恐龙。Magic。我是圣诞老人，住很远的地方，我有神奇魔方。什么样的魔方？厉害的魔方。我要变成小公主，小公主，小公主。哦，把你变成小公主，小公主。哇哦，是妙妙小公主。Magic。哦，我们一起打雪橇，打雪橇。哇哦，天空好美啊！ Magic。 哦， Magic。 我是圣诞老人，住很远的地方，我有神奇魔方。什么样的魔方？厉害的魔方。我要超大圣诞树，圣诞树，圣诞树。哦，变变变出圣诞树，圣诞树。No， 我还要更大更大更大。嘿嘿。哇，救命啊。Magic。 Oh magic。 Magic。 Oh下次不要再这么贪心了。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小朋友，你们想要什么礼物呢？哦吼吼！是平安夜哦，海底的朋友们等着我去送礼物呢，快跟我一起去吧，出发！圣诞老人驾着驯鹿，叮当叮当叮当，送礼物。圣诞老人驾着驯鹿，叮当叮当叮当，送礼物。驯鹿呀，请动一动，我们去送礼物，大大小小的礼物，祝你圣诞快乐。哦，圣诞老人驾着驯鹿，叮当叮当叮当，送礼物。圣诞老人驾着驯鹿，叮当叮当叮当，送礼物。驾着驯鹿，叮当叮当叮当，送礼物。请挂好圣诞袜呀，
小伙伴们正忙着准备过圣诞节呢。我们要去送一些美味的布丁给他们哦。好了，我们出发吧。等等，我们的天地怎么不见了？看，在那儿呢。我们的甜品也装扮成植物的样子了，嘿，真好玩！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for you.谢谢你们带来的礼物。哇，圣诞树上长满了布丁，看起来好好吃哦。喜欢我们，记得点这里按赞哟。宝贝，你们早点上床睡觉，圣诞老人就会来了。我不累，不想睡觉。我们要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给我们呢。等圣诞老人，等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只给睡得香甜的小朋友送礼物哦。真的吗？当然了。那我们快点上床睡觉吧。耶，礼物，礼物。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Good tidings we bring for you and your kin.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Oh, bring us a figgy pudding. Oh, bring us a figgy pudding. Oh, bring us a figgy pudding and bring it right here.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We won't go until we get some. So bring some out here. Good tidings we bring for you and your kin. Good tidings for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琪琪，你觉得哪种恐龙是最厉害的呢？当然是霸王龙啦！哇哦，哇哦，谁都比不过霸王龙。霸王龙，它有我们厉害吗？当然了，霸王龙力气很大，还有尖尖的牙齿呢。哇哦，哇哦，力气很大，我的力气也很大啊，你看。我们的力气也很大哦。不要啊！世界，大大头盾和尖尖角，它就是霸王龙吗？是三角龙。哦，怪兽车，大大轮子，我们来到恐龙世界，大大身体，长长脖子，它就是霸王龙吗？是腕龙。哦，怪兽车，大大轮子，我们来到恐龙世界，大大嘴巴，尖尖牙齿，它就是霸王龙吗？霸王龙。哦，怪兽车，大大轮子，我们来到恐龙世界，大大嘴巴，尖尖牙齿，它就是霸王龙。霸王龙。哦，怪兽车，大大轮子，我们来到恐龙世界。我们是厉害的怪兽车。哦耶，怪兽车。比霸王龙更厉害啊！那当然了。妙妙是扭蛋机耶，我喜欢玩扭蛋机，我们一起去玩吧。啊！哎，好多扭蛋哦！真正的恐龙化石比这个大多了，比你还高，比怪兽车还大呢。哇，好想看到真正的恐龙化石。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变身成古生物学家，一起去寻找真正的恐龙化石。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快出发吧。宝宝巴士变变变，奇妙古生物学家。学家背着工具到处探险，拿出地图来到洞穴。这是什么？哇哦！我是一个古生物学家，背着工具到处探险，拿出刷子清理干净。这是什么？哇！我是一个古生物学家，
背着工具到处探险，拿放大镜凑近来看，这是什么？恐龙化石，真了不起！我是一个古生物学家，背着工具，到处探险，终于找到恐龙化石，恐龙化石，真了不起！我们是古生物学家。谢谢你们找到了宝贵的恐龙化石。我们给奇奇妙妙颁个奖章吧。谢谢大家。耶！宝藏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宝藏，我来了！救命啊！救命啊！绵羊先生遇到了危险，他被困在山洞里，需要救援。奇妙救援队，火速出发！哟吼吼，救援队！哟吼吼，救援队 ！Go go go！树木太多了，怎么办？我有办法，启动扫描设备。绵羊先生在哪里？绵羊先生在哪里？看着我的救援巴士到处找。开着我的工程巴士，我来帮忙。开到大山洞，我来挖一挖。开着我的工程巴士，挖走石头。耶！任务完成。奇妙救援队，谢谢你们。不客气。是宝藏，是宝藏，我找到宝藏了。好的，没问题，我这就把彩蛋运过去。小朋友们收到彩蛋一定会很高兴。不，我的彩蛋！奇妙救援队！
Let's 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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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蛋，彩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彩蛋，彩蛋在哪里？拯救彩蛋。欧娃开着飞快的。飞快的救援巴士，哦，在这里，在这里找到彩蛋。哦，看我的超级的，超级的，哦，超级速度，哦，在这里，在这里拯救彩蛋。荆棘丛里还有很多彩蛋，我们进不去，现在只能请求壮壮的工程巴士支援了。彩蛋，彩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彩蛋，彩蛋在哪里？拯救彩蛋。我开着帅气的帅气的工程巴士，哦，在这里，在这里找到彩蛋。哦，看我的大大的大大的大铲子，哦，在这里，在这里拯救彩蛋。我们是勇敢的救援队。